秀，你猜猜我今天找你干嘛？找我干嘛？你先回去，快，大少爷，走啊！哎，唐泉，大少爷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走走走，回家，走走啊，快走，大少爷。你真的要让你爹到我家去提亲吗？嗯。可是你爹会答应吗？他不是说要让你跟竹家大小姐成亲吗？你放心，我喜欢的是你，我一定会说服我爹的。就算你爹答应了，那你怎么会知道我一定会答应你？我知道你一定愿意，阿秀，你放心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我都会对你好的。就对阿秀死了那份心吧。干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孩子，你继续吃。没想到大奶奶还是好酒量呢，都是从小让我爹给惯的，只要家里一来人就把我端到桌上去了。听说过的，那时候我还住在那条街上呢，知道大奶奶是出自开明之家。开明在别人眼里那是没规矩，我也是到了闵家以后才变过来的。再喝了，干嘛不让我喝？怕您伤了身体。没事儿，到了你家我就像脱缰的马出笼的鸟，我高兴啊。哎，您不是不走吗？我们明天再喝啊。笑什么吗？你给我跪下，说怕小翠儿辜负了我的一片苦心。
别说的对，我们竹家的人不会兜圈子。当初不让你进明家，二弟又娶我妹妹，不都是兜圈子吗？我不会，我把小翠的女婿都给找好了。谁？哪儿的？何泉，认识吗？认识。我还没和小翠说呢，不过你放心，他是个好人。真的，我知道。你看着吧，我还有很多想法，我最后还要……大掌柜，您别怪在下的多嘴。大奶奶走快半个月了，是不是该接她回来了？要不然我去一趟吧。你少多嘴，来，干一个。哎，何娟儿，哎。那天我跟大奶奶为小翠的事儿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，你怎么想？我什么也没想。大掌柜的，您说的对，我也知道自己的分量。分量？什么分量？老掌柜的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没有老掌柜的和敏家，就没有我何泉的今天。我心里想的就是怎么对得起敏家和您。为了马店，我何泉愿意埋头苦干一辈子。何泉，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待你的吗？你说。正因为我爹把你从小养到大，我才把你当成兄弟看。别忘了，咱俩可是撒尿和泥光屁股洗澡一块长起来的。忘不了，特别是老夫人在世的时候，哪怕是一块糖一块点心，都是您一半我一半分着给我们吃。我娘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你还记得我为你挨打的事吗？记得，记得。明明是你自己追不上我，啊，自己摔个满脸花，我娘硬说我拐来拐去把你往沟里带，结果怎么着？我被我爹摁在板凳上，狠狠地抽了一通板子。我也没好受啊，大掌柜的，您被打得惨叫，我就跪在地上求饶。咱俩一直比着流眼泪呢。现在想想吧，你还比我大两岁，我再让你做我的干女婿，那不乱套了吗？我可没那福气。老掌柜的这么一走啊，您就是我的恩人呐，我是绝不敢有非分之想。你是敏家长大的，敏家的事儿瞒不住你。大奶奶呢也有她的苦衷，我不能再跟她针尖对麦芒了，要不然这日子啊就没法过了。大掌柜的，我觉得啊，大奶奶的为人真是世上难找啊，为了您和敏家那真是做到家了。这我知道，她好我也没错呀。
那是那是。闵家之所以有家宅不安、祸事不断，那是有缘由的。这个我也没法告诉你。不过你自己要明白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不管在哪儿，你知道谁远谁近，那我就知足了。大掌柜的，您这说哪儿去了？您太抬举我了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个下人，是老掌柜的从死里把我拉回来的，在您面前我没有远近，只有听命。这要真那么简单啊就好喽。您不相信我，那我跪在您面前发誓。你能想到大奶奶为你找媳妇吗？连我都拗不过她，你能拿她怎么着？您不能拗，那我能拗啊。你啊，未必。您不信您看着。我不看，我还真希望你别拗。不拗？不拗。这件事儿啊，我想了很久，还是顺其自然的好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叫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你别看有的人觉得自个儿什么都行，可就是有一招他不行，那就叫迈出去的脚步收不回来，种下的罪孽躲也躲不开。这就叫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究。大掌柜的，我没听明白，您不是拴套让我钻吧？恰恰相反，是有人拴套让我钻。你不是只会听命吗？我钻，你钻不钻？钻，大掌柜的钻，我肯定得钻呐。来，干。哎，我给您倒上来。躲开，小心一点。健壮如朽木，俊美像花朵，命运怎么会是这样的安排？说什么呢，大奶奶？怎么又叫我大奶奶？不是说好了叫我晚秋的吗？说是说，叫是叫，我怎么能叫得出口啊？哎，大奶奶，您还记得那天您喝醉了说了些什么吗？我说什么？大奶奶是个非常贤惠的人，没想到还这么爽快。事出无奈，要到闵家，毕竟不同做闺女的时候，就像考状元似的，一时一刻都不敢松懈和怠慢。我总想事事做得让人说不出口，可日子好像诚心跟我作对似的，应付了这个又来了那个。谁说不是呢？连大奶奶都这么想。那我呀就更甭提了。那咱们呢就还他个本来面目，该怎么着怎么着。能怎么着啊？凑合着活着那就不错了，您说是不是？凑合
都是光着身子来到这个世上的，凭什么凑合？您对我们娘俩好，我们感恩不尽。可是，这一牵扯到闵家，我这心里啊，就像站在惊雷下面，颤得不行。用不着发颤，有我呢。大少奶奶，您就别老惦记着我了。您对小翠儿好啊，我这心里也就放心了。你总说我对小翠儿好，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？那是因为您心地善良，我们小翠儿啊也有这个命。我这么做并不是什么心地善良，我都是在为我自己。为您？也许在你看来，我嫁进了闵家，成了闵家的大奶奶，是一种福分。现在反过来再对你们好，是一种施舍。其实不是，我真的是在为我自己。你说的对，我家是开明，可那只是相对大多数常人之家而言的。正像我家有一个从海外回来的朋友李美娟说的，不流动的水就不可能永远是清澈的。正是这个开明的家却没给我一个开明的选择，硬把我塞进了闵家，这样既害了你和华堂，也害了我。当我明白这些之后，我告诉自己，我要把夺来的别人的东西尽量的还回去，把自己应有的而又将失去的尽量给保住。您也有难念的经，能听得出我没有进去，这也许是万幸。不，现在的闵家是他在当家，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做。我这么做也是希望他心里能够好受一些。如果将来小翠真的为闵家续上香火，那我也就安心了。如果这孩子真能做到这一点，那也就对得起您的这番苦心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么做太自私了？不，这些年我觉得自己都快变成这些柴草了，有时候确实太苦了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有时候又觉得为了我们娘俩的这两张嘴干得也挺起劲儿的。这人呐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虽说咱们俩这么做也太强硬的决定了小翠的命运，不过进闵家做大小姐也算是给她一个最好的归宿吧。啊，饿了吧？啊，不饿，走，我给你做点城里吃不着的东西，走。跑着都赶不上你，你忘了，走路的赶不上推车的，推车的赶不上挑担的，我呀，这是让担子给压的。哦，大奶奶。富生。
你怎么来了？大掌柜的让我接您回去，顺便带了一些东西。把这都拿进去吧。是。上的东西缺什么尽管说，想小翠儿了就去看她，往后啊说不定我会常来看你。回大奶奶，东西都搬进来了。马喂了吗？不用了，早上起来就喂饱了。你先出去等我，我马上就出来。是。大奶奶，您要回去了，想吃我烧的菜您就再来吧。这不是有沉不住气的要接我回去了吗？哎，等等，您看这屋后面都是我在山上砍好的上好的柴枝，您回去了就让人来拉，我能供上您用的。我的傻姐姐，你想想华堂能要你这些柴吗？好歹能卖几个钱，留着垫补日子用吧。想刺了就去，别那么多顾虑。哦，您给我吧。世上最结实的是人的感情，想抹抹不去，想倒倒不烂，何况是两家老人分开了你们，这个我懂。我走了。车怎么赶得这么慢呢？哎，回大奶奶的话，是怕走快了颠着大奶奶。何止怕颠着我，还怕累着谁吧？是不是没让你在后厨剥葱剥蒜了，你就沉不住气了？不敢不敢。早料到你会亲自来接我，上车吧。姑妈都跟你说了吧？那天你跟姑妈说的，我都听见了。小翠的事儿我依你了，你别再胡思乱想。你对我，对闵家这份心，我已经感激不尽了。以后你就别再做难为你，也难为我的事儿。我可不是做给谁看的。这我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你是真心对闵家。我说过，这对闵家太不公平。你想想，二弟和玉秋都走了，你和我又是这个样子。
如果这些事都与我们竹家无关，还情有可原。可事实不是这样的，你可以坦然处置，我不能。晚秋，在两家老爷子面前，你我都是晚辈，我们既没有能力抗拒这样的事实，也就没有必要替他们去弥补什么。替他们？不，我只替我自己。你也该想想，你爹为什么会答应把你嫁给我们闵家，二弟提出与玉秋提亲，他又为什么那么快地答应了，我爹又为什么没有言辞拒绝？为什么？还记得那次你爹骂我爹的那句话吗？哪句？算了，不提了。为了你，我想通了，断子绝孙我认。姑妈，我从小有没有得过什么病？家里是不是早就知道我不可能再生儿育女了？姑妈，您说呀，你必须得告诉我，你说呀。这孩子，你怎么忽然问起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？姑妈，你说给我听。哎呀，傻孩子，要说起你小时候啊，五邻四舍就属你最结实。这一年四季你就没生过病，连头疼脑热都没有。不信你问刘妈。啊，是啊，是真的。为这啊，不少邻居都想让自己的孩子与您结成干姐妹呢，好沾您的福气。只是啊，咱家的门槛高，他们进不来罢了。是啊。那我小时候从秋千上掉下来那件事情呢？那是外伤，现在好了呀。老姐姐，老姐姐，美娟的父亲来信了，他同意万良和美娟尽快的成婚。我给您念一段听听。哎呀，算了，别念了。怎么了？这是朱家的大事啊。爹，你当初为什么要把我嫁进闵家？怎么想起问这些事情了？你是不是知道我不能生养，才决定这么做的？你说呀。一定要问吗？是的，我觉得我应该知道这些事。好，我可以告诉你。我要听真的。当然，你爹我做事情从来都是心怀坦荡的，没有必要和我的闺女撒谎。那好，我听着。说心里话，把你许配给闵华堂，我还真没看中他。我看中的是万良和云儿的婚事。爹，您别说是因为他们的婚事您才提出换亲的，我不信。恰恰相反，是有人事先就惦记好了你和华堂的婚事，我才提出换亲的。谁？就是你的婆婆何莲芝。这是她临终前的遗愿，所以你公爹才几次的催促我要把你娶过闵家。爹，您告诉我，您当时是不是知道我不能生育？经过郎中的诊断，有可能，但是不确诊。那，
在答应这门婚事的时候，并没有把这些告诉他们，是吧？是。你为什么？我刚才说了，尽管你有可能不能生育，但是从本意来讲，我并没有看好敏家，也没看好这个女婿。我和你公爹当时只是为了满足一个即将离开人世之人的心愿，我们两个都没有勇气拒绝他。为什么？你婆婆太好了。晚秋啊，你爹说的是真的。如果你还不相信，那你只能到阴曹地府让闵寿南和何连枝去证实了。姐，哎呀，小贞子，徐茂才，我告诉你，别怪孩子这么认真，千错万错，错在你跟闵寿南。不应该把你们的恩怨再加在孩子们身上，让孩子们背着磨盘过日子。老总办，你把那张100两黄金的古锯拿上，跟我来。是。别再逼孩子了，天哪，这哪天是个头啊。你去哪儿了？我还准备让敏儿去找你呢。你今儿怎么了？华堂，往后我们两个要齐心协力，把马店开好。让闵家重新兴旺起来，好吗？当然。不过，看你这副郑重其事的样子，到底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，不能让闵家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垮掉。我们不会的。大掌柜，大掌柜，老总办来了。老总办，您请。岳父，您来了。你们两个坐下。都没了，玉秋也走了，今后闵竹两家就剩下你们两个了。如果你们觉得还行，那我们也就不再闲吃萝卜辣操心了。
另一半田和玉，想必你爹早已经交给你了。这上面刻的字，你也已经很清楚了。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你们拿到的是“修齐”二字，这就意味着你要修身养性，振兴家业。所以你爹在临终前才给你刻下了成守二字。华堂，你可以按照你爹的意愿继续你的老店遗风，而我既然拿的是治平，那我就为普天下的众生坚持我的经世致用。正像上辈人所说的，风可以振兴家业，和可以兴邦立国。今后我们闽竹两家在商道上可以一比高低，也可以各行其事，那就让岁月去评说吧。只属于闵家了，旧账一笔勾销，积怨从此了结。去了的人不再牵挂，活着的人不再纠缠。好着过日子吧。爹要让你记住的是，对家和为兴，对友何为贵，对国何为天。和也许已经不远了。压在您头上多年的这块石头终于被竹家自己搬去了，您老在天之灵这回可以安息了。老爷子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，也许是他良心发现了吧。是不是你回去跟他说了些什么？你觉得我能说动他吗？也许没了玉秋，他心疼你。为什么不能是心疼我们两个？过去的就过去吧。就按你说的，齐心协力开好马店，
让闵家越来越兴旺。装置好。